若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地面部队，那肯定非鼎盛时期的苏联军队莫属了。冷战时期，苏联拥有规模极其庞大的陆军和各式各样的先进武器，在地面战中几乎没有国家能够与之抗衡。由于大国之间没有爆发直接战争，这支强大的军队也没有经历世界级的大战。不过苏联倒是举办过一场史无前例的军事演习，在演习中苏联军队抱着核弹开路，号称一个月内荡平整个欧洲，令全世界震撼不已。这便是西方八一军事演习。那么接下来老亨特就来带大家了解一下这场演习，来窥探这支军队可怕的战斗力。事情还要从上世纪70年代说起，美国刚经历了越南战争，实力大为削弱，恰逢前两次的石油危机让美国的经济雪上加霜，美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危机，而苏联却靠着卖石油赚的是盆满钵满，再加上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苏联进入到全盛时期。而此时的苏联呢，把 85% 以上的工业投资用来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苏联每年的军费开支更是达到了 GDP 的 12% 到 14%， 占了国家财政支出的1/3左右，这使得苏联的军事力量变得空前强大，很多的军事领域都超越了美国。美国曾经一度考虑啊，采取对苏缓和战略。时间来到了80年代，新上台的里根政府对于苏联采取了极为强硬的态度，这让强大的苏联感觉到很不爽。于是勃列日涅夫决定举行一场超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来炫耀苏联强大的武力，顺便震慑一下这些不知好歹的家伙。这便是西方八一军事演习。此时的苏联军队啊，恐怕是整个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最强大的地面武力。苏联拥有300多万正规部队和2000多万预备役，各类主战坦克6.5万辆，加上其他的华约国家，坦克数量总计接近10万辆，各类步兵战车装甲车8万辆。而且与二战时期只注重数量不同，苏联的很多坦克还有技术上的绝对优势。此外，苏联还有200余艘海上战舰、7艘航母和100余艘核潜艇、2万架飞机和4.5万枚核弹。按照勃列日涅夫的要求啊，此次军演突出的就是一个大字，不仅要场面大，军队的规模和武器的数量都要破历史记录。演习期间，苏联领导人带上波兰、东德等国家的领导人亲自在现场观看，而且还出动了大批的记者进行全程现场报道。这次军演是以北约为假想敌进行的，但是勃列日涅夫还是盛情邀请了北约的军事人员来参观这次军演，并且表示可以全程跟踪和报道，除了导弹部队保密外，苏军的其他的武器装备都随便拍。为此啊，苏联调集了10000辆坦克、2000多辆装甲车和10个集团军、12.8万的地面部队。后来据北约观摩团估计，人数有50万。同时，苏联还出动了空降兵2个师、战略火箭军4个师、海军一个方面军舰队和3个陆战团。这是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如果单从气势上讲啊，勃列日涅夫的确实现了他的目的，而且苏联军队更是在这次演习当中达成了一项成就，以平方公里作为部队数量的计量单位。1981年的9月4日，按照奥加尔科夫元帅制定的方案，苏联举行了这场代号为西方八一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主要在苏联的西部、波兰、东德和波罗的海沿岸展开。演习中呢，苏联以北约为假想敌，试图用海陆空三位一体的装甲突袭向西一路推进，一次性摧毁北约的防线，荡平整个欧洲，并且将美苏对峙的前线从东西两德推进至大西洋沿岸。和所有的演习一样，西方八一演习也分为了红蓝双方，红方为进攻方，蓝方为防御方。演习部队包括机械化步兵、装甲兵、炮兵、防化部队、地地短程战术导弹部队、中远程战略导弹部队、空降兵、海军陆战队、海军舰艇部队、空军前线航空兵部队，几乎所有的兵种都参加到了这次规模空前的演习当中来。苏联先是使用上千门的火炮，对假想敌阵地发起了强力的炮火打击，以摧毁敌人的永备攻势。随后，空军出动了米格23、米格25等前线战机来控制空域。在长达数小时的空战后，苏军派米格27、苏22、
苏-24 等攻击机飞越前线，对敌军的地面装甲部队进行了一次打击。这一阶段的打击过后，在上百公里的前线，除了敌人的一些散兵游勇外，已经没有部队能够对苏军构成威胁了。这个时候，苏军浩浩荡荡的钢铁洪流出发了，陆军主力坦克集群和摩托化步兵集群快速突进，对敌人发起了排山倒海般的进攻。受闪击战术的影响，苏联依旧采用了大纵深的理论和大规模的机动作战，坦克仍然是苏联陆军的主力武器。苏联在坦克上很舍得下功夫，此次军演苏联动用了大量的 T-72 坦克和1976年才服役的新型主战坦克 T-80。 T-80 坦克装备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改装的985马力燃气轮机，发动机体积小，功率大，启动快，重量轻，可靠性高，更换方便。武器则是一门125毫米滑膛炮，火力十分的强大。 T-80 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坦克，北约方面都没有对应的坦克可以与之匹敌。苏军对北约部署在西德的军事基地和部队集结地进行了全面打击，在装甲部队推进的同时，航空兵和轰炸机集群也对敌军主要的交通要道和要地进行了重点的轰炸和战术核打击。苏联有 45.3 万的空军兵力和 29.8 万的火箭军，拥有洲际导弹1398枚，战略飞机1690架，核武器36300件。演习刚开始还算是正常啊，苏联的航空兵使用常规武器轰炸了敌方的防御系统，为后续的装甲集群开路。但是啊，打着打着，苏军开始用小型核武器了。在整个军演的过程中，苏联航空兵总共对假想敌使用了141次精准的战术核打击。简单来说呢，就是拿核弹开路。由于苏军的装甲部队已经全部配备了三防设施，所以哪怕乙方的核弹爆炸后产生了辐射区，苏军的钢铁洪流也能够在几个小时内冲过区域向敌人纵深追击。苏联用这样的方式诠释自己的暴力战略和战术，这远比上万辆坦克和50万大军更吓人。短期来看，苏联的战术确实是吓到了北约的军事人员，但从长期来说呢，苏联疯狂极端的战争理念让它成为了大多数国家的公敌。我们再次将视角拉回到军演，在东欧平原上，苏军一次性就展开了上千辆坦克进行突击。当敌军受到猛攻撤退后，苏联又组织装甲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快速渡河，并在渡河后迅速推进200公里。据北约军事人员断定，这是苏军在模拟突破河流众多的德国地区，苏联可以在开战后的第一阶段就控制整个西德，然后直接向第三国发起猛攻，并且呢，在接下来的3至5天之内就能够突进至法国北部海岸。坦克集群的后方是无数的摩托化步兵和自行火炮，他们紧跟着装甲部队迅速填补了攻克的区域，士兵前进的高呼声，装甲部队突进的轰鸣声，与上千门火炮发出的隆隆炮响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幅震撼人心的末日战争绘图，几乎吓傻了西方的观摩团。法国代表恨不得马上把国旗两边的颜色裁掉，准备喜迎王师。除了庞大的地面部队以外啊，苏联还动用了大量的直升机和空降部队，甚至是动用了伊尔运输机向敌人的后方空投坦克，成千上万的士兵骤然出现在了后方战线，配合主力部队两面夹击，蓝色方的防御瞬间土崩瓦解。可即便如此，苏联军演的指挥部还是假设到苏军的地面攻击被迟滞，海军应该及时出动突击敌方海岸，配合主力进攻。随后苏联便出动了波罗的海舰队，舰队使用巡洋舰和导弹驱逐舰炮轰敌人的海岸防线。三个海军陆战团和一个空降兵师登陆敌方的背后，配合陆军拿下战斗。演习的末尾，图-22逆火轰炸机开路，给近卫坦克师的 T-80 坦克创造通道，模拟封锁了尼德兰地区，之后演习宣告成功。现场的西方观摩团惊恐地发现，北约在苏联的强大攻势之下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北约在欧洲一共只有10000多辆坦克，还没有苏联参加演习的坦克多。根据北约的计算，如果苏联以81军演的规模进攻西欧，在法国有条件中立的条件下，仅仅3至5天西德就失守了。
北约的观察员们悲观地表示，苏联人可能只需要几周的时间就能把我们统统赶进大西洋。北约的军队无力抵抗苏联的进攻，只能够寄希望于大洋彼岸的美国派出部队增援。美国国防部则向里根总统汇报，按照苏联的打法，美军的驻欧部队会全军覆没。五天内西德沦陷，半个月内苏军占领欧洲，可能当我们增援部队走到半路，战事就已经结束，苏联人已经摆好阵势在大西洋岸边等着我们了。苏联通过西方八一军事演习成功达到了震慑北约的目的。看着惶恐不安的北约和处在紧张状态下的全世界，苏联也是心满意足。在演习结束后的一周里，苏军参谋部的大屏幕上反复地播放着军演场景。苏联还特意为军演拍摄了一个纪录片，并且公开播放，片名叫做《这样的军队不可战胜》。此时的人们怎么也想不到啊，仅仅十年之后，这个拥有世界最强军队的大国就会轰然倒塌。这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也成了苏联这一世界霸主最后的狂欢。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有订阅本频道的记得订阅一下，在这里老亨特先行谢过。您的支持是老亨特做视频最大的动力，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